昔王姓女子于家中熟睡时，突然遭黄姓前男友从后门进入家中，并徒手攻击王女，造成王女脸部及手部受伤，跑离现场。黄男则留在屋内扬言引爆瓦斯桶。经警消现场破门入内，将黄男拖出门外后，立即押至逮捕。全案一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，侵入住宅、毁损、伤害、公共危险、恐吓等罪嫌，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。